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系美孚万事达广场李家国嘅曾生，今次会同大家介绍一个深水埗嘅海柏汇单位。好，我哋依家去片。单位位于通州街208号，共有161个单位，住宅楼层由3至29楼，主打一房及开放式户，实用面积由182至286平方尺。楼盘邻近南昌站及深水埗站。步行大约去深水埗站约7分钟，同时楼盘亦邻近区内两个大型商场 VWalk 商场及西九龙中心，喺度饮食同埋购物都非常之方便。讲翻海柏汇，外形设计时尚美观，采用咗玻璃幕墙设计，十分之抢眼。入到大堂，楼底特高，气派尽现。另外保安方面亦都好严密，要拍卡先可以翻到自己嗰一层。一入屋，行紧露台就望到全间屋最大嘅卖点，翠绿嘅通州街公园同埋南昌公园进入眼帘，远望仲有昂泉洲海景，景观十分之开扬。单位属于高层嘅 F 室，实用面积276尺。客厅部分因为高楼底，采光度十足，坐住梳化，一边叹下午茶。一边望住个海景，非常之惬意啊，正！厨房方面系开放式嘅厨房，增加咗客厅嘅空间感。原装嘅厨柜有足够嘅空间摆放煮食嘅工具。原装厨房提供咗抽油烟机、微波炉、煮食炉。雪柜同埋洗衣机，厨房对面亦备有储物间，可以摆放唔常嘅杂物或者衣物。嚟到主人房方面，业主做咗升高地台，可以增加大量嘅收纳空间。主人房同样设有露台，可以望到好开扬嘅海景同埋公园景。最后嚟到浴室，业主保持得好干净，成个单位都好适合即买即住或者即刻收租。如果有兴趣海柏汇或者呢一个单位嘅客人，欢迎 WhatsApp 或者致电查询。多谢晒收睇，拜拜。